哎，我们是现在来介绍的是分布积分法 （integration by parts）。要使用分布积分法来解题目的话呢，首先一定要先熟悉这个公式。这个公式我们的话呢是 u d v 的积分是等于 u v 减掉积分 v d u。这个一定要熟练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够使用这个公式了。 那么要各位同学熟练，我稍微把这个公式的原理先介绍一下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想想看，这是一个 u 乘上 v，这是一个函数 u 跟函数 v 的相乘。如果我们是将它做一个微分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来回忆一下，我们微分两个相乘是怎么微分的？是前面微，后面不微，加上前面不微，后面微。 也就是轮流为分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就可以写成前面为，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，后面为。好，这个算式我们写出来了之后，我们两边一起积分，来积分。我们做了一个积分的动作，可以怎么做呢？积分。 积分的话呢，这个积分是加减号的话呢，通通都分开来，所以是 u d v 加上积分 v d u。好，再来看微分以及积分，我们的话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把它抵消掉了，因为先微分后积分，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？u 乘上 v 是等于。 右边照抄，u dv 加上积分 v du，好，再过来我们做一个移项，这个右边的这个我们就保留着，我们把它框起来，这是保留着，把这个移过去，那就要变成了一个负号，来，我写下去来。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u d v 等于这边照抄 u v 减掉积分 v d u。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公式的导出 u d v 等于 u v 减掉积分 v d u。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公式之后。 下面我们将要找一个例题，让各位同学来练习。来，我来先介绍这个例题。这个例题的话呢，分部积分法原则上的话呢，是专门对付两个相乘的。那么我们先把公式先列给各位同学，怕同学忘记，积分 u dv 等于 uv 减掉积分 v du。好，我们把公式先列在这边咯。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做呢？这个是我们要套用这个公式。我们的话呢，怎么假设？我们的话呢，令看啊，我们的话呢，要把它 u、dv 要整个套用在上面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令 u 叫做这个或这个。啊，我们挑这个好了 x。那么剩下我们就没有选择了，我们 dv 就是。 后面全部 c o s i x dx。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呢？下一步左边要微分，为何要微分？是因为这边的话呢，公式里面有一个 du，我们需要 du。再过来右边这个，我们来一个积分。 这边的积分这样简单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的积分这样看起来，左边这两个要准备对消，所以的话呢，v 是多少？cosine 的积分就是 sinx。好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准备工作，我们把它框起来，因为它可以不列在我们的算式之中，我们直接等于等于。 这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已经设这个为叫做 u 了，这叫做 dv 了。现在我们就继续等于 uv，uv 在哪里呢？u 在这里，v 在这边，uv 那就是 x 乘上 sinx 减掉积分 vdu，v 在这边，sinx。Sin x v 是 sinx，du 就是 dx，于是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把一个难题换成了一个简单题。我继续写下去，答案就可以算出来了，等于 x 乘上 sinx，减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加号，sin 的积分是负 sin。 所以这边就写一个 cosine x，加上 c。那这样的题目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看一下是不是蛮麻烦的呢？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呢？其实是有的，因为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变数变换法的地方有一些技巧。来，我们把这个题目我重抄一次，让各位同学看一下。这个题目叫做 x 乘上 cosine x dx。 那么我们教各位同学，这个地方的过程看起来好麻烦哦，可不可以不要写嘞？可以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地方合并，cos x dx 就是 d sin x，写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各位同学看一下哦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符合了 u dv，那么就可以直接写了，等于什么？ u v u v，减掉七分 v d u，直接的话呢写出来，你看看我们这样的写法是不是这个算式都不要写了，就可以直接得到一样的算式了。于是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写出来。 S x s i n x 减掉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变成了负负得正 c o s i x 再加上 c。那么我们用了两个方法解决了这个例题。我们再来看这个例题，这个例题的话呢，natural log 它的积分，这个题目的话呢，告诉各位同学，我们如果没有用分布积分法。 真的是要算它非常的困难，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现在先把我们原来的公式先列给各位同学看，积分 u d v 等于 u 乘上 v 减掉积分 v d u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、哦，一个题目我们要套用这个公式，我们就现在就准备怎么套呢？各位同学请看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不是相乘了，它没有刚刚好。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 u，这个就是 v，u d v 来，我们就直接念出来，u d v 等于 u v 两个相乘 x 乘上 nature log 减掉积分，积分什么呢？v d u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颠倒过来就变成了 v d u 是 x。 第一，natural log，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地方不要怕哦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很简单哦。各位同学想想看，natural log，lnx 的微分是什么？它是 x 分之一，是不是？还记得我们乘过去，第一，natural log，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x 分之一乘上？ dx 这个很重要哦。来，我们把它套进去，于是这个题目变成了 x 乘上 n a t u r e l log 减掉积分 x 保留 d l n x 就是 x 分之一乘上 dx。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两个相乘刚好就是一。那么一的话呢，x 对一积分，那就是。 减掉一、e、的积分就是 x 加上 c。那么分布积分法的话呢，我们使用了分布积分法对付了这个题目。那么我们也顺便跟各位同学说，这分布积分法这个 u 跟 v 是怎么假设，必须要我们要有很多的解题经验，累积了解题经验之后，我们才不会做错。 那如果说的话呢，经验不足的话呢，可能会因为设 u 跟 v 啊设的颠倒而造成的话呢，答案的话呢，题目啊是越做越难，那么我们就要停止，再把它换过来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分布积分法。